大家好啊，那个跟大家预报一下吧啊，我希望人多啊，我这人是人来疯啊，哈哈，那个刚才不小心啊，我本来想弄成下午16:10的啊，16点左右来直播，结果我不会弄，一捅咕没捅咕好，就给啊弄成当时直播了啊。这个我现在呢得遛弯遛狗啊，这个得遛一会儿，海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喝一杯到两杯咖啡啊，好吧，朋友们啊，是现在是我们这儿的10点左右，大约6个小时啊，下午16点左右，然后我会来做直播啊，这个聊聊我认识的彭丽媛的表妹啊，当然也可以聊聊别的人啊，这个这些大人物的这个家里人啊，我跟他们有的是认识。有的是我家里边的亲戚啊，亲戚们啊，跟他们有一定的来往啊，包括可以聊聊席远平啊，聊聊毛泽东身边的那个王海荣啊，啊，我这些人我都见过啊，有的是见过，有的是知道他们的事儿啊，好吧，那个我先遛弯去了啊，过6个小时我直播啊，这个聊聊彭丽媛表妹啊，她说我改变了她的一生，是吧？聊聊我们之间的事儿啊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